糟糕，有摄像头。忘了你这会吃什么就变什么了，别拍我啊，你这白痴。那个就是变异葡萄了，接下来只要把这个葡萄，谁让你把任务物品给吃了？你这个白痴！我是大魔王，最后我还是完成了任务。哎，只能拿你回去交差了。想尝尝吗？谢了，我可吃不了现实世界的东西。对呀、啊。那我给你画一个，你尝尝。切，就这？怎么样？一般般了。好吧。也太好吃了吧！好像不太像啊。搞错了，再来。吃吗？只能咬一口哦。雨中踏上起了下课铃，已经约好在操场等你。夏天真的什么都可以，带你去吃草莓冰淇淋。
点晕了。搞错了，再来。我是五六七，莫名其妙闯入这个火柴人的世界，干掉你就能提升我的江湖榜排名了。喂，你们搞错了吧？我只是一个路人而已啊！接招！哦，给你换个发型，很适合你哦，靓仔。嗯？哎呀！这是什么？咦？人都去哪儿了？全跑了！你开挂谁和你玩啊？可规则没限制武器啊。咦，这是斯坦国的科技？你们也是穿越者？不错嘛，这么强的火力枪竟然毫发无损。哼，这种程度就想伤我？总之，拿到排行榜第一就能回到我的世界了。先打赢我们再说吧。以气御邪灵。